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你出门是这样吗？只是跟家人国内玩个两天，明明手机加笔电没有多大，光是充电器加器材却要带一大堆。想要带Switch去玩一下，充电器加 HDMI 加转接器却要一大包。来，今天介绍你一组好东西，带十项全能 Hub 工作站，手机、平板、电脑、Switch 全部都能用。干快充，五项国际安全认证，高速传输，4K 影像投影，不管你是单身一日游还是家族三天两夜，通通都能一次搞定。带个十项全能 Hub 工作站，一到工作站分成7+3两个部分，那这是7合1的干 Hub 延长线工作站，那这是3合1的干 Hub 铝充工作站。那你看它的界面哦，真的是超级豪华，有3组排插，2组 USB 3.1， 1组 USB PD， 甚至还有 HDMI， 完全是工作站等级的 Hub。像我今天跟家人一起出游啊，以前我会带这些充电器，因为饭店插头一定不够用，所以我还会自己带排插。那我现在出门只要带一条搞定，它不只可以充大家的手机，最高65瓦，也可以同时充笔电。那上面有3组 AC 插座，可以插吹风机。那这样子同时输出也没有问题哦，因为它采用干晶片，充电散热快，而且可以稳定输出大功率。那它同时也具备7大保护机制，比如说过充、过热、过载、短路保护，以及超出负载，它就会自动断电。而且神奇的是啊 ，DAC 同时也是 USB Hub。像现在很多笔电都只剩下 USB-C， 那你临时拿到 USB-A 哦，这种传统随身碟，你就必须随身准备一个 USB Hub。那这条 DAC 延长线同时也可以取代这条 USB Hub。你看我这样插随身碟，我的笔电同样可以读得到。那另外，只要你的笔电或手机支援 USB PD 的视讯输出，那你在外宿旅游的时候，只要把自己的手机、平板或笔电，好接在上面，就可以轻松把正在看的剧、想看的电影，通通投影到房间的电视或者是公司的会议室，你可以直接连线投影机，享受电影般的大荧幕。那这颗带个3合1的行动铝充啊，简单说就是完全取代 Switch 底座的功能。它内建65瓦快充， 4K HDMI 的影像输出，而且可以做资料传输。那体积很小，下面是折叠插头，而且兼具360度旋转的插头设计。那不管怎么插都非常好插，而且它也是同时具备 Hub 的功能。这一套带个十项全能 Hub 工作站啊，7+3的组合非常弹性。家庭旅游你就带这条7合1延长线，那如果是一个人出游，你就带3合1行动铝充，充电扩充 4K 影音延长线一次满足。那这一条超好用的延长线啊，目前正在折折预购中，要有保护2年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影片说明栏。那我是云爸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